问津泉，又名太极长泉，它是松心内家拳中一路颇具代表性的短打套路。它是陈晓东先生在总结前人经验，经验各门内家拳术的基础上编创而成的一路风格十分独特的内家拳路，也是陈先生数十年经验的结晶。所谓问津，一击探本求源，此套路深蕴擒跌秘技和反击背骨之术，其中许多招式都可以在谢继光所著《拳经三十二式》中得到印证。因此学习此套路对于我们正确领悟《拳经三十二式》以及探研各门内家拳理，真会有很大的帮助。